係啦，呢一款咧係一個好顯瘦，亦都係好優美嘅 lace 款式。咁 lace top 咧，其實我自己一路都常入手。咁喺我哋嘅新貨裏面，其實 lace 嘅 item 係每一個星期都會有新款上架嘅。咁呢一款咧，咁係比較優美啲嘅風格。咁你會見到佢嘅 cutting 咧係幾特別嘅，係一個好似少少入薄或者做翻一個小斗篷嘅效果。咁呢個咧係一個相當之有連貫性嘅款式嚟嘅，嗱，咁由膊位啦、后肩胛位，你与天使骨对上多少少啦，咁一路伸延去到胸侧，再斜咳咁样落翻嘅。咁呢一个嘅线条我系几中意嘅，因为呢一种嘅线条令到观感上嗰、那个层次会丰富啲啦，同埋嗰个有翻一个显瘦嘅效果。咁啊，你佢会咁样 cut 咗呢啲位咧，咁你梳嗰个线条感会再利落啲啦，而且望落去嗰个观感上系真系会有一个显瘦嘅效果。咁呢个款式个夹圈比较宽松嘅，而且呢只 lace 咧系有弹性嘅，少少系啦，有弹性嘅，胸阔都系宽松嘅。咁呢个咧，佢系一个全开胸嘅款式嚟嘅，咁系做翻一个五角形嘅半 cut。系啦，半圆嘅珍珠，系啦，少少扁扁地嘅珍珠钮，咁呢个系一个全开胸嘅款式。嗱，咁呢个就两个色嘅，个底色咧呢一个系米色，衬一个奶茶色嘅 lace 手袖啦。咁我三身我而家着紧呢一个咧，咁就一个奶茶色嘅三身，就配衬咗一个白色米白色嘅手袖。咁你会见到膊位嘅譬如锁骨位。锁骨位嘅位置嗰个 lace 嗰个线条都做得好靓，即系比起平时圆领啊或者啲方领嘅线条之外，呢一种比较波浪型嘅领边嗰个线条感其实都攞得几到位。咁你会见到其实系会 show 到个 bra 带嘅，不过佢 cover 得好好，而且佢个 lace pattern 系好密集，所以你唔觉得呢啲位好暴露。咁系即系所以我头先讲嘅恰到好处，我觉得佢揀个 lace 布揀得好好。咁而且佢有弹性度啦，又唔会有一个绷掹紧嘅感觉。咁 close up 睇一睇呢只嘅 lace 咧，系有啲毛毛啦。係啦 ，soft 嘅，好 soft 嘅，冷質裏邊有啲毛毛狀嘅，係啦，我呢個係米白色，咁個手袖口都有翻啲 detail 嘅，做翻一個少少似宮廷袖咁樣嘅效果，咁所以整體嘅感覺都係比較 lady 啲、優美啲嘅風格，係啦，一定係行咗呢一種味道出嚟㗎啦，咁。呢、這個就我建議直接當 top 著咯，係咯，咁咪都好少當外套，咁咪我覺得你咁樣 hold 住咗呢一個位先至係令到件衫挺直啲啊，或者可以 show 曬成個嘅 style 出嚟啦。咁呢度就有少少開，即係唔係車死曬嘅，咁係側骨車死啦。呢一度就冇車死，咁可以做翻一個擺動嘅流暢啲嘅一個線條。嗱，咁呢個三身都係有彈性嘅。咁所以成件衫著出嚟個感覺係，無論喺個冷質上啊 ，lace 手就毛毛 lace 座、毛毛 lace 布質上都係有一個好 soft 好柔軟嘅觸感、親膚感，係啦。咁當然配襯翻一啲比較 lady 啲嘅 style 啦，咁係我揀咗襯一個 A 拉裙啦，係啦，呢個就有Markham 嘅 ，sorry 咁講兩行嘅紐扣去做翻個。咁如果唔中意襯裙嘅，咁都可以襯我哋呢一條非常之熱賣中嘅燈芯絨褲。咁唔好睇小呢條燈芯絨褲，因為佢襯出嚟嘅 style 係超越你所想象，因為佢係一個偏向 lady 啲嘅 style， 係啦，無論咁樣襯或者咁樣襯嘅效果都靚，因為一個好易襯嘅色通。咁就我會照咁樣襯俾大家睇一睇嘅。好，咁啊。咁呢個就兩色啦。